30年前，这里是南京最偏最穷的村庄。30年后，这里成为有名的金陵首富村。从鱼花子村到金陵首富村，是谁带头改变了这一切？8月29日，五家嘴船厂八卦洲基地洋溢着喜庆的气氛。一艘1080 TEU 集装箱船即将在这里举行交船仪式。今天我们在这里人生举行1080箱集装箱伊斯特卡恩金运号交船仪式。在此，我代表五家嘴集团向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真心的感谢。1080 TEU 集装箱船就是能装运1080箱欧洲标准集装箱的巨轮。谁能想到建造如此巨轮的五家嘴30年前还被称为鱼花子村。五家嘴村位于江苏南京石臼湖边上，人均不足3分田，水面也很少。五家嘴人世代以捕鱼为生，每到冬春枯水季节，200多户村民就断了生活来源，只得走村串户乞讨为生。1978年，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像春风吹拂祖国大地，也吹醒了五家嘴这个偏远贫穷的小村。五家嘴打破大锅饭，实行分船到户，村民们的生产致富积极性日益高涨。武继军在跑运途中看到，船是越大越赚钱，就想要买大船。当时也没什么钱，只有4000块钱，就问亲戚朋友借，总共借了12800块钱。当时去买的时候，我也没看到过这么多钱，我顺手称了一下，是1斤3两。这个12000块钱，当时是个天文数字啊，没有多少人敢借。那吴继军他就敢借，但是这个钱借了，什么时候能还清了？我们大家都看到他。事实证明了吴继军的远见，当时正值南京新生围建设水运码头需要大量黄沙。吴继军就用他的大船第一次把芜湖黄沙运到了新生围，一个航次净赚1000多元，一个月4个航次就是4000多元的净收入。吴继军成了村里第一个万元户。正当吴继军准备在水运业大干一场的时候，组织上看中了这个具有高中文化又有创业激情的年轻人，希望他弃船上岸当村主任。很犹豫，因为这个水上运输这个行业是一个比较挣钱的行业，我自己放弃，那就是等于是我就放弃挣钱。我叫你不要当，对吧？没得意思，过不到10万。到底是一人富，还是带领大伙一起致富？吴继军陷入了两难选择。面对组织的召唤和村民的信赖，吴继军最终选择了上岸。1984年，吴继军担任了五家嘴村主任。这一个决定，改变了他未来的人生轨迹。上任之初，看着村集体账目上仅有的126元，还是罚款收入，吴继军心里顿时凉了半截。他暗暗发誓，一定要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当时船民比较多又散，形不成集体的力量。吴继军经过深思熟虑，带头成立了一个水运队。当时个人贷款比较难，有的村民只好借高利贷，
5%的月息把刚刚起步的船民压得喘不过气来。水运队成立的第一桩大事，就是为村民提供大量贷款。为了帮村民借贷，武继军骑辆破自行车，风尘仆仆地奔走于各家银行网点之间，以集体的名义担保贷款，并协调保险公司为船户提供运输保险。三年下来贷了5000多万，年息就1%。当时他当村主任，一天就1块钱啊。人家都说他不是举报单，他是个党报喜的人。有了资金做保障，一切也就变得容易多了。村民们纷纷卖掉木船造铁船，运输船只的吨位也由1982年的597吨，一下发展到1986年的5800吨，增长了近10倍。这一年，武继军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而他家里的船运业务却渐渐下滑，父亲不免有了一些看法。他上来了，回答我这个牛洗啊洗这底下去，可是我叫他老做他，他叫我不得腿上来了，你们死死偷偷的过啊，是吧？毛了耍迷毛了，是吧？我哪有的精神帮你们来理事呢？1996年，武继军在上海运作重要业务，母亲病危，他赶不回来，以致母亲去世都是家人电话通知他的。每当想起此事，武继军都深感愧疚。令武继军感到欣慰的是，南京市对全市行政村按综合经济实力进行评比，五家嘴独占鳌头，全村家家户户摘掉了穷帽子，70%的村民成了百万富翁，鱼花子村成了金陵首富村。然而，首富村的头衔让大家沾沾自喜，小富即安的思想也日益膨胀。不少人卖了船，把钱存进银行，吃起了利息。吴家嘴的航运业一度停滞不前。1997年9月，党的15大的召开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党中央充分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武继军的心里顿时有了底。报告一结束，武继军就对村干部进行分工，每人负责几个船户，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让村民认识到这是武家嘴发展的大好时机，缺少资金，村里负责贷款。也就是在这一年，全村光造船就花了上亿元。当时有银行的工作人员对前来取钱的武家嘴村人开玩笑地说，银行的钱都快被你们武家嘴村人取空了。当时造好的大船恰好赶上了上海建设大小洋山港，沿海航运市场普遍回暖的契机。等到其他地方船户将小船换成大船时，武家嘴村人早就赚了个盆满钵满。不过，虽然当时的黄沙行情还不错，但有着强烈发展意识的武继军在进行深入调研后认为，如果船运只围绕黄沙打转转，一条沙路走到底肯定会陷入困境。黄沙运输来说，对我们来说呢，是一种释放型的，就是哪个地方需要我就往哪个地方装。当时，集装箱船已经出现，行情日益看好。武继军敏锐地意识到，这又是一个机遇，是武家嘴再发展的空间。这个集装箱运输呢，它是一种点到点的一种服务，它是应该是说是准点、高效、安全，是对提升我们的这个船民的这个运输的这个质量，这里面起到很大的作用。而且呢，就是。船民在这个运输集装箱的同时呢，能增加到比装黄沙要赚更多的钱。2002年，
武继军在整个水运是船方市场的情况下，仍未雨绸缪，与武汉长江航运集团合资组建长武江海船务有限公司，与南钢集团共同组建新武海运集团。2004年，水运市场突变，船方市场变成货方市场，而武家嘴却凭借南钢和长航的充足货源稳操胜券。同一年，武家嘴先后投资10多亿元，在长江边上兴建了八卦洲和浦口乌江两个大型船舶生产和维修基地，主要生产国外订单船，年生产能力达60万吨。武家嘴舰队从此和世界接轨。当2005年国家刚刚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时候，武家嘴人却几乎每家每户都已经有了2栋别墅，乡下一栋，县城一栋。这是2002年武家嘴村在高淳县城建成的武家嘴新村。跨进任意一幢别墅，室内装潢全部现代化，高档家用电器一应俱全。2007年，在武家嘴村已经遥遥领先周边各村时，武继军坚持一村富不算富的理念，在全市率先成立连村党委，积极推进连村发展，探索出一条强村帮弱村、先富带后富的帮带之路。想起今天的一切，村民们都说多亏了村支书武继军。富了口袋不就是更要富脑袋，武家嘴的产业要靠我们的下一代来把它就是继承下去，那么就是要把我们的这个下一代要培养好，使他们有更多的知识来就是提升我们这个产业。在县城中心位置，武家嘴村兴建了南京市第一所9年一贯制民办实验学校，武家嘴村里的孩子义务教育阶段全部免费，考上大学的家庭还有5000元奖励。依托造船水运业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后，武继军带领武家嘴人积极拓展高校农业、商贸酒店、教育培训、社会养老、房地产开发等领域，使发展的路子走得更宽，前景铺得更好。嘴的造船能力在南京地区仅次于金陵船厂，武家嘴船厂建造的轮船大部分出口希腊、土耳其、德国、挪威等国。2011年7月，首届中国舟山群岛国际游艇展引起了武继军的注意，这个集高端制造业和休闲产业于一体的游艇产业将在中国迎来发展的黄金机遇期。下一步该做什么？武继军又开始了他新一轮的构想。